好，我们马上来连线反馈者卢女士。卢女士你好。主持人你好。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和您的情况好吗？啊，好的。啊，我叫卢娜，32岁。我查出来我的两个宝宝，夭折的呢，跟我们说一下好吗？啊，是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一定要告诉一些年轻的妈妈，我建议这样的新妈妈呢，尽量就是放平心态，也不能过急或过悲。我可能就当时这种心情没有调整好，头3个月吧，可能就是生了点小气这样子，宝宝的导致宝宝的心脏没有发育完善。那您第二个宝宝在从怀孕到出生这个过程都比较顺利吧？非常顺利，包括产检，宝宝发育各个方面还是都是很健康的。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哈。那您想对邹主任说些什么呢？我来参加这个节目啊，我也是想借着这个天下好医生这个栏目来跟邹主任说一句，说一说我心里想对他说的感谢的话。感谢主任他的那个医疗技术特别高超，也希望主任他在接下来的医疗道路上越走越好，帮助更多的人。谢谢卢女士今天跟我们连线，再见卢女士。谢谢，再见。作为病人，谁不希望找到天下最好的医生为自己看病？谁不希望找到最适合的医疗技术为自己治疗？现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健康技术推广服务平台就来帮您寻找天下好医生、好医术。您来到节目中详细诉说病情，我们通过电视节目和微信公众号持续发布您的疾病信息，找到最擅长治疗您疾病的医生。医生新的治疗技术将由国家卫生健康技术平台审核，我们也希望医生关注我们的节目和公众号，积极向国家平台申报您的医疗技术，找到您最擅长诊治的患者，为他们解除病痛。